是的，听说呢，观赏我们影片的观众还有一半的人其实都没有订阅我们，是的，所以记得订阅，开启铃铛通知。而且我们每个月的15号跟30号上片哦，然后上片时间是固定的，所以也不用担心订阅之后或开启小铃铛通知，我们会在不对的时间打扰你，我们也不会叫你起床。那如果想要支持我们的话呢，欢迎可以到我们官网参考我们的周边，也可以加入我们这群人的会员哦。因应现代人重外表、玻璃心、爱面子，全新时代来临，为您推出超客制万能零点 APP。 有了万能零点 APP， 你再也不用怕尴尬。拜拜下班我们一起唱歌好不好？我跟朋友有约要吃饭。 我有事情，我已经约好了。对，拜拜。聚会缺咖找不到人，赶快拿起手机下载万能零点 APP， 找朋友 Extra Go 一键找人。 DJ 占了屁不用担心，我们有专业的客服，灵眼们全都受到专业的演员训练，我们特别请来大牌明星亲自授课。没有一个人能够真的表演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真的演戏，而是你被那个戏来演，懂吗？你哭太假，我要真的哭，我要里面的哭，在里面，很里面，很里面哭。你爱上我，爱上我，要真的爱。你那是假的爱，我要你进到我里面来，进来，进到我的心里来。无论你是要假女友、假老婆、假闺蜜、聚会缺咖、丧礼助阵，我们都能帮你解决。如果你没有女朋友，你好，我叫王世伟。你好，我叫林用心。我们的演员保证让你身临其境，不用你来配合演出。王世伟，我讲几百遍，东西不要乱丢在床上。这是我女朋友会讲的话。你跟我洗脚。出手迅速、准确，打动家人的心，为你挡掉日后的烦恼。伯父伯母，你们好，这是一点心意，打扰了。如果你需要小孩挡家人，啊，展瑞啊，也不看看自己几岁了，那隔壁人家石头都已经生小孩，赶快结婚生小孩，生一生呐。面对这种家人的压力，我们也可以轻松帮你解决。妈。哎。其实哦，我一直没有跟你讲。离职的最后一天，担心没有人留你吗？有了我们的 APP， 保证让你面子做到满。各位，今天是我做的最后一天，谢大家之前照顾。你要去哪？不是说要一起进步吗？你走了业绩谁扛啊？我在你们的业绩。奇怪，哪来的同事？是哪一层楼？如果你担心没有人找你去合作社，没有关系，打开我们的 APP， 提前线上预约，保证让你感觉人缘超好，品质超满。我们配合的学校目前全台湾超过500所大专院校，8000多所国高中，1000多所地方小学，目前还正在极力开发幼稚园加入我们的行列。一周还不是约好一起去合作社？哎，好，走走。是啊，尼克，我们这节约好一起去合作社。忘记了，不好意思。没有吧？是早就跟我约好说这节要去打球的啊。啊，对啦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都全部混在一起，搞错了。还有什么变化？哎呀，怎么那么忙啊？像我隔壁摆这个空位。如果你怕同学会没有办，不好意思，塞车阵子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展东，他是你的？我女朋友明啊。你女朋友？我没讲过吗？完全不用担心会被坑，我们专业的演员会立刻回答各种问题。就是呢，因为我们在酒吧认识的，然后看到很可爱又贴心，我就跟他要电话。哎呦，对，就要被搭讪。你不行，快一点呐！哎，英子学姐，等我一下啊。学姐，哎，我学姐来找我了，我先走。拜拜。哦，他的学姐是学姐。快点！如果单纯诉苦，我们也有假闺蜜的服务。你好，我叫董仔。你好，我是木星。请问我可以直接开始？哦，你可以开始了。然后你知道吗？好，我就看到他口袋里有拿出一支跟我一模一样颜色的口红。更夸张，有一次我看他穿的裙子，我想说，哎，那件不是跟我衣柜一模一样吗？知道为什么？我也知道吗？因为我真的看到我男朋友在跟他传赖，他就是要变成我啦。臭八婆438，真他妈的全家都去死一死好了！我跟你说，他就算整形，他鼻子都歪掉，他的眼睛会被叉子插死，然后呢，他走在路上会被车撞死，然后他的那个胸部的细胶一定会被虫咬死。我跟你说，他一定不得好死，全家去死一死，不应该出现在世界上，你知道吗？他这样真的太夸张，太过分，怎么可以？
可以这样子当人家小三的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不用那么狠，不用这么狠，因为我还会跟他见面，这种狠话我来骂就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如果担心行情不好，我们还可以帮你这样。你要怎么这样对待我？你是什么意思？怎么样啊？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说啊！意思我？你怎么会这样对我？你到底谁？他才谁嘛？你们谁嘛？干嘛？你谁啊？你谁？那我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他们两个又是谁？你是谁啊？你们这样让我很为难。你是最爱我的。好，你们让我冷静思考一下。你是真的吗？你是真的吗？我一直爱我。好好，我跟你说，你再也不用担心生日没有人来。谢谢你们来，我好开心哦！生日快乐，期待中。谢谢。这个超棒，这个超棒。除此之外，我们的演员都非常的会带气氛。担心恳亲会没有人来，我们家世伟他就不喜欢上数学课，他当然去旁边的 Seven 这样绕两圈，他有做错事情吗？不是啊，可是我们学校有规定。老师，你不要跟我说这么多了，你看看我儿子的脸庞，可爱、帅气、天真又无邪，他有可能做出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吗？担心粉丝见面会没有人来。担心开幕没有人排队，我再增加预算，再捞20个人来。好，哇哇，现在太扯了吧？太扯了，排队有那么厉害？夸张哎！假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高预算专区，我们有跟五大经纪公司配合，您可以出租明星，预算包含装法、车资，不用另外报价，让各大名人还有明星来出席你的各种活动，保证让你面子做到足。我也是艺人朋友来，我也是艺人朋友来，是艺人朋友。哎呦，哎，天哪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哎，兄弟兄弟，下成来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不好意思，嗨，你好你好，跟他高中是死党啊，真假的？真的。阿肯，你太不够意思了吧？你那恋爱 NG 不是要找我演吗？都是因为你自己啊，你自己档期太满啊，你没有办法演，所以我才自己来。是哦，真的没有啦，他那个时候硬要敲我演主角，原本主角是你啊，就一定是他啦，都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演，所以我才自己跑去演的。哎，你说这样交朋友吗？这样有心吗？这样交朋友吗？哎，你最棒，自己演掉。哎，担心丧礼没有人来吗？我们提供了顶级服务，保证哭得比你家属还到位。不管你需要嚎啕大哭，阿林爸阿林阿林阿林爸爸，怎么不开心？哭到吐，甚至哭到吐血。不行，这样，阿爸阿爸阿爸，哭到七孔流血。阿爹，阿爸，啊，有这么孝顺？担心婚礼来的不够多人，面子不够。等下到婚礼现场的时候，你们不要脸上写的问号，这样会被发现。你们有什么抽到红包的、玩游戏中奖的都不算，统一交回来，好不好？专业一点，来酒举起来，我看一下。来，45度角，我检查。当然，我们还可以帮你英雄救美，帮助你虏获梦中情人的芳心。这王八蛋，欠揍！不要再打了。那我再打你，我要跟你打你。不行，没事，你小心。不管怎么打，我们都有办法让你当英雄。爱面子的你，还不敢拿起手机下载万能灵眼 APP， 找朋友 ，Extra Go 一键找人。恋爱
NG。现在快印中，买票了啦！买票了。但最重要的是要订阅这群人 ，OK？ 开启小铃铛。耶！谢谢。你以为你真的能演戏吗？呸！你不能演戏，你是被那个戏演。没有一个人真的能够去演那个演那个演，你是被戏演。好，最后面不要动。叮咚，欢迎光临，进去，给我进去。